陛下，暗中窥视他人的生活，有失体面。司兰卿，既然我都已经有暴君之名，再有点为人不耻的怪癖，不也合情合理？再过三天，异界的法阵就会开启。您对祭品的关注已经过度了。三天，这么快？他手里的故事怕是画不完。司兰卿，不如我们再给他几天时间。陛下。好了，司兰卿，你还真是开不得玩笑。降临一事不是玩笑，陛下应该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别那么严肃，这只不过是一份来自读者的小抱怨。总觉得哪里不对。这样的房间可配不上我的新娘。陛下。来人，传我的口令，找最好的工匠来。我要用金子打造一座华美的鸟笼。对，要屋顶这么高，还要在里面铺满鲜花，在顶层缀上花藤，要四季里最美的鲜花，这样才能配得上我的鸟儿。是。如果法师他不愿意帮忙，不是还有那些罪囚吗？在我看来，那跟铁牢并无不同，不要考虑无用之事。我记得你答应过，只要不影响降临仪式，我就可以随心所欲。
别再节外生枝。我不希望降临仪式有任何变数。你最好记住这一点。放心，那也是我的希望。而这只不过是为我的小新娘准备的一点心意罢了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们能在一个更好的时候相遇，该有多好。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。
这个结局我很喜欢。你呢？